好啦，呀，亲戚，你可以答应吗？我当然是答应，你是我认真人，我功夫够有起来，所以我真欢喜。阿嫂。有多大我怕你、欸、啊不然你就倒在这啦，阿拉也跟你走同行的。哎呦，你来说这样啦，我家在有些小姐给我解救，我全身的记忆啊。你有讲我不对、啊、好走要怎样报完仇，报完仇应该会走到来、希望你给我倒帮忙，苏北包抓你行，来看人。苏娘，我的白云山的，你的五小弟，把十多年前的代事都讲出来，呀，你囝已经死在我手头啊！啊，你害死我的囝，又搁如何？今日我就是要了你的性命，我歹。阿布隆，阿子，而且搞死伊，阿来无死，我未死，你都阿未死，我哪有可能啊？我伫公安局，我何里还未死？哎呀！走